然后他的船又中了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康康啊，我看一下康康啊，康康，康康榜单还没有更新出来，你们可以点一下左上角，可以点开一下这个榜单，可以看一下自己消费了多少。一万个铃铛的话，就是消费四十万的喵粮，你看到自己有40万喵粮就是够了。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榜单可能更新的比较慢一点，没那么快。我充100刷多少加微信？刷10000个铃铛，你就那个铃铛，你就看它上面欢迎 X 玩。你这次玩了一天呀，宝贝儿，我一天都看着你在飘飘。你就对着那个铃铛，你看铃铛，你点一下它就是乘9，再点一下它就是乘99，再点一下就乘199，你就199199的刷，点快一点，然后尽量快点到10000个铃铛，不要被别人截胡了。我好像一天都看在你在飘飘，因为我后挂在直播间，我晚上的时候都还看见你在飘飘。你中什么了？赚了吗，小哥哥？你要挖挖我们家的吗？我们家填了2000多个盐和香水。谢谢宝贝关注。9300，9300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啊？康康9300啊，那还不够，康康，你调戏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调戏我？你要逗我玩呢？你这样已经暴露出你的消费，给我消费了多少了？你拉倒吧你，你摸摸我，你能中的，真的，你摸摸我能中的，我贼白了。欢迎春春，轩哥，你不要忘记了啊，到时候记得加我啊，你不要忘记，真的。大哥，小哥哥，小姑姑，你可以给小改改刷一点礼物吗？大佬，你都飘了一天的条了，你累不累？今晚上没人填了吧？今晚上没看见飘一条，我看见4个。挤奶，挤奶给你喝啊！我又不是牛。那个是牛吗？哎，那个有奶的是牛吗？哦，是牛，牛奶吗？你下了，好吧。那你别摸我，你自摸一下，在我们家翻个身嘛。飞得贼快了，你看他。是我在家，我在玩手机，是我在玩手机，我哪有这么屌，我还有助理给我玩手机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，肯定是我自己。我刚才想的怎么是羊挤奶，挤羊的奶，我刚才脑子在想什么，我刚才脑子在想什么，我洗羊奶，果然是没睡觉。你自己看人家刷多少，叫斑马给我看、哦，还没更新出来呢。你们都是我在跟你们聊天啊，你们别以为是别人在跟你们聊天。9400那还不够呢，我这边更新慢，我也是。欢迎搁浅，搁浅来摸奖，搁浅。哎呀，又让你们看到我的棉睡裤了，真太不好意思了。叫做我穿个性感的钉子裤上来啊。我没钱买。
太慢了，不要急，宝贝儿，他都会有那么一会儿的，别急。搁浅今天不摸了，搁浅。你要我摸摸你吗？都没人摸，我自己摸。那他就还不够呗。我感觉这个奖可能会到早上才出，真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亲爱的宝贝儿，有新礼物、啊，嗯，我看到了。欢迎亲爱的宝贝儿，这个新礼物好丑啊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是个书生啊？这个礼物叫什么名字啊？书生冠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书生他是充值最多的。所以就是有他冠名的礼物，我知道了。我真抠啊！瞬间觉得我真抠，我都没有。我等会儿，我只能单点，然后攒点币。